闭幕的这个节目里面，我们有请到这个铜梁的这个火龙嘛，来这边做表演。那铜梁火龙在大陆有600多年的历史，是有替天下第一龙的这个称呼哦。那也是一个重庆市十大民俗之一哦。那我们不用到重庆去看，就在我们西洲公园就可以看得到非常精彩的这个铜梁火龙。那也因为这样，今天吸引了晚上啊，过去晚上大概都人数大概在2万到3万中间哦，今天到现在为止入园人数已经超过3万以上了哈、哦。那我想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两岸的文化的一个交流，我相信未来啊，不止在文化，应该在我们的经济、在我们的农业都可以再做相关的一个交流。那如何让这个啊人进得来，让我们的货出得去，让我们的乡亲啊一起来变经济哦，啊派出那么多的人力啊来到西洲公园啊做表演哈、哦，这也是我的家乡哈、哦，西洲也是我的家乡，那非常感谢，那我们重庆市那么啊可以来到这边做那么震撼的表演哈、哦，那等一下拜托大家哈、哦，掌声加尖叫声，不要停，不要断，感谢大家。